他是当今歌坛最抢手的偶像，歌唱得好，词曲写得棒，魅力更是一等一。他叫方子浩，我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。我是余幼彤，方子浩后援会浩浩家族的会长。从十七岁开始，我就决定全心全意的守护方子浩，绝不变节。造型，我怎么可能会错过？想到都觉得帅翻了。帅。命理老师说，如果9:29前没回到家，婚礼就会不顺利。来得及，一定来得及。先讲，随时扣进度。你就这么相信算命啊？麻烦不要和我聊天了，快一点，我不想错过好时辰。你放心，说话不会影响效率。余幼彤，请接三线电话。对不起，接个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是余幼彤。我是他同事，他现在不在，对不起，再见。不好意思啊，打错电话了。余幼彤，请你接二线。那个人叫你不要假装我们公司没这个人，他要跟你谈你欠银行的那笔钱。为了你，我不接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彤彤，你回不来，子豪要废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哎，小姐，小姐，照我一下，帮我收尾，谢了。啊，她姐姐欠她老公，我来帮你啊。摄影师快跟，看好 OK。 哇，不错嘛，刚刚看你加那个空中转体七圈半，真的很不错，谢谢导演，加油。大明星不错哦。从小，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个大明星，不管走到哪里，都向皇太子出巡。
喂，你搞错了吧？现在是在拍我的 MV， 并不是看你参加奥运体操比赛。参加奥运的专体七圈半，两个金牌都拿到了，不识货。让他快点去换衣服。你怎么想让狗仔拍到我用替身呢？真是后知后觉，我还真危险。虽然我孙凡现在只是大明星方子浩的替身，不过跟大明星穿着一模一样的戏服，跟他喝着一模一样的矿泉水，跟他呼吸着一模一样的现场空气，距离大明星的梦想只差这么一小小步，我预感我就快成功了。少爷，导演，女主角来了。他配不上这片树林啊！我没 feel 了，重新找女主角，重拍。不是，哎，少爷，子浩，子浩，重拍啊！还要重新找女主角，连分手都不知道？不可能啊！我前几天还在家里看到他哎。前几天，拜托你每天都 update 好不好，少爷？少爷换的名字是看心情，不是看日期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这是后知后觉，真危险。喂，你人不在公司在哪？快到你大伯家来。爸，唐明结婚是晚上六点，现在才十二点，这么早回去干嘛？你堂妹她不见了。那人不见也照不见啦、啊，就这样啦、啊。什么就这样？你堂妹那个化妆师出包延误出嫁时间，你妹夫说错过了好时辰不娶了。我现在要去婚纱店找那化妆师算账。快来你大伯家。喂 ，Yes， 伯将。哎，今天这么早收工啊？少爷已经 OK？ OK 个头了！少爷说没 feel， 改天重拍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红颜祸水啊？再过一个礼拜 ，MV 就要上片了，这个时候叫我去哪里找符合少爷口味的女主角啊？哎，我给人选。谁啊？明末界小天后金野真小姐。不要。哎，什么态度啊？四兄弟，我才不想看你把美丽的安娜达贡献给少爷当小菜。拜托你看清楚，姓蒋的唯一我带西迪斯。对，迪斯，拜托你别搞，女人碰到方子浩完全没有抵抗力。那是因为他遇过的女人都没有碰到我孙凡，有我这超强抗体在，方子浩这病毒想侵入门都没有。不要，拜托啦！你们要找的人一样，都是他。好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反正死活也不过命一条，暂且先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。干爹，你等一下啊、哦！哎，来来来，继续你们讲啊，继续你们讲，继续你们讲，对对对，不会吧？哎，
要干嘛？动手！来来来来，这里有一条你欠的款，老大叫我们来找你。哎呀，你们是我本港国中的校友吗？我认得你们啊！啊，你们还记得校歌怎么唱吗？我好久没唱了。美丽的海岸，雄伟的本港，海天一色，快乐奔放。在干什么？搞不清状况。余幼彤，你讲清楚，钱怎么还？还钱啊！哎，我早就计划好了。你看那个人，他是我新任的干爹。你们先不要看他，他手上的满天星，还有脖子上的十两黄金项链，我告诉你，他超有钱的。我现在就陪我干爹去领钱啊！干爹，干爹啊！马上带我到新娘家，我一定要向她道歉。有什么事，到她家再说。哈，走走走走走。我不是你干爹，叔叔，你别让我去哪里？叔叔，你蹲着没事。哎呀，对，哎呀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哎呀，你跟我跑就对了，走吧。不能，你不要再跑了。你要干嘛？干爹，求求你救我！求你先救救我，再跑会出人命。叔叔，你给我放开！老叔放开！哎，叔叔，我陪你好了。哎，我陪。叔叔，挂了！你先讲，叔叔，挂了。是郑旺没错哎，他快挂了，等你顶了他的位，我们再来找你收钱。走。喂。手肘顶我的胃，把我的胃顶得痛死了。啊，叔叔，你说他是顶到你的胃，不是接你的胃？废话，这是那个女孩子的名片，她说如果要她顶你的胃，随时联络她。我们先回家帮忙，等一下阿公跟叔过来，我先走。臭丫头，别动啊！我都不是死啊！爸，姓蒋小姐，请上车。
些同事啊，每个都在问你是谁，是哪个企业的小凯。我也要帮你撑下面子，这车面子够大的。再过一个月，我就25岁了。年满25岁却还没婚结的叫老魔。老魔跟过去也没什么两样。孙凡，我想退出这个圈子，你说好不好？既然你想退出，那我原本帮你安排明天参加方子浩 MV 女主角试镜，哎，得赶紧告诉制片取消。你说什么？是方子浩 MV 女主角试镜？是方子浩？明天几点在哪里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不退出了，我要去试镜。哎，快快点！烦死了！就是我。信佳，试镜还是算了吧。为什么？是方子浩哎，拍过方子浩 MV 的女生，每个都红了。方子浩，真这么厉害？比起孙凡，方子浩也没什么了。你这句话说得很心虚哦。我发誓，发誓，发誓不够，还要加盖章。阿威那小子居然趁着我去帮忙办喜事，留张纸条说要去台中发展。一声不肯把所有的助理小鬼全部带走，可恶！懂不懂那个义字怎么写？还有你，你这个小子啊，老子都快扑街呀！你还在外面把妹快活，满身沙子狼狈不堪，成何体统？啊，还开阿明车厂的车啊，爱耍帅耍威风。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儿子，身为董事长的我还得赔钱，还要赔不是？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。你在干什么你？好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我的接班人，钱还来的少主，我的事业都靠你了，好歹也给我撑头一点。站着！关老爷大威德，弟子孙宇，也代替您的干孙子。孙凡在此立誓，回来！你爸在跟你干爷爷说话，站好！从今天起，我儿孙凡定恪遵关老爷和孙宇的教诲，全力为钱海来付出。孙凡在关老爷面前立誓，从今以后绝不再翘班去当武行替身。爸，若有违背，愿接受关老爷的任何处罚。说这样太过分了吧？哦，没办法啊，已经跟关老爷说了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关老爷还说，做人处事不外忠孝节义，老人家要你特别注意孝道。啊，是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关老爷也说，老子应该要尊重儿子的兴趣。兴趣啊！等你把工作做好，再慢慢跟我谈兴趣。这么厚一本，我一个人怎么做？我会帮你找个助理。要找不会找经理，找助理干嘛？什么都别想！以后你就是经理，你想办法把公司转型。好。还有，明天早上跟我一起到笨港。
那边庙里的主委一直催我去拿令旗，早点把令旗拿回来镇住公司，说不定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呢、啊。明天可是信讲下午一点要试镜呢。爸，不拿弄乡下，我要去干嘛？而且明天我马上要开始拜访这些人，我看一下，王幼彤，这名字好，一听就会还钱。哇，我真搞不懂哎，为什么对面那个房东奶奶对你这么好？这么大一间顶楼加盖，租你这么便宜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就常常说我长得很像他美国那个孙女。哎，哎，怎么放这里啊？老公，对不起哦。小琪不知道有没有弄痛你啊？受不了你！这什么？卡债？协商还钱？彤彤，你都不处理，难怪人家找到你来。协商都协商啦、啊，又不是不解决。解决不了，工作没了，这些卡债要还也没门，我的人生真是一片灰暗。幸好这个世界上还有老公，老公是我人生能量的来源。天上的星星有多远，方子浩也就离你多远。方子浩不会替你找工作，也不会跟你谈恋爱娶你回家。彤彤，你醒醒吧，欠了一屁股债又失业，当追星族啊，劳民伤财又没前途。你呀、啊、好好找工作，找个有钱老公才是王道。找工作是一定要的，找老公 sorry， 方子浩是我唯一的老公，我不能背叛他。我快吐了，彤彤，我拜托你面对现实好不好？你看你那些加一加的八十几万呢、欸。哎，还没加上今天店里那一摊呢。我爸把家里最后一块地给抵押了，想说直接把地租给对方就不用还钱。谁知道遇到景气不好，那些想来乡下买地盖度假别墅的人都不见了，地卖不出去，可是钱还是得还。那怎么办啊？不知道，我还想不到办法解决。哦，哎，你这个表情太悲情，我不喜欢。事情没那么严重吧？下一个，下一下，嗯，露牙齿啊，嗯，对啦，以微笑面对困难，困难才会知难而退。你哦。店里了，哪三个？办卡三人组。对，而且老板好像把你家地址给他们了，我怕他会去找你啊。啊！妈呀，别闹了，万一被房东知道后，房租怎么欠呢、啊？冷静，冷那三个棒槌还没来，快溜！等一下，我的妈呀，不会有新债主吧？
这又是谁啊？婆婆，你书包掉了。啊，年轻人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帮你。婆婆，年纪这么大，还要出来打扫赚钱啊？哎，你们不是不知道现在景气不好，儿子被裁员，媳妇又离家出走，哎呀，家里的钱都是婆婆一个人赚的呢。哎呀，啊，那生活一定很苦哦。苦没关系啊，只是因为没钱缴费，家里还被断水断电呢、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行。婆婆，哎，这500块，请你拿去缴水电。500？哇哩，原来是来送钱的、啊。哎呀，就算缴了水电，没钱缴瓦斯。哎呦，哎呀，就算缴了瓦斯，哎呀，小孙子的营养午餐钱也没着落。哎呀，家里那只猫成天哎呀叫的，婆婆都睡猫，也该结账了。婆婆，啊，这些够不够你解决所有问题？哎呀，够了。哎，大帅人呢？你住几楼啊？我来找朋友，住在顶楼，叫什么童啊？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哎呀，等婆婆有钱之后把钱还给你、啊。我叫孙凡。事业做这么大还用名片？哎，财务专员。哎，叫孙凡啊！啊，好，等婆婆有钱把钱还给你啊。婆婆，哎，钱不用还。哦，我走了。哎呀，再见啊，再见。拜拜。啊，拜拜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啊，忘记钥匙。年轻人不学好，学人家讨什么债？就不要怪婆婆对不起你了。请问王幼彤小姐在吗？我是钱还来财务公司。门没关，那我进来喽。王小姐，借钱就是为了要去捧方子浩，呆子，不可原谅。逆袭500，请笑纳。欠这么多，才还500啊？效果钱，再把钱还来。你这个败人，你懂不懂敬老尊贤呐？警察大哥，真正败在那边，他诈欺耶！你早就说了，我要回警察局来说。你给我记住，不要遇到你。给我
小心一点。于幼童。有。我的名字叫做花花，今年19岁，身高是。Stacy， 阿明，孙法有救救你吗？没有，好，谢谢。孙法，你怎么失踪了？38公分，体重是19公斤，我的兴趣是跳舞，还有阅读。我是3234，然后我的兴趣是唱歌、跳舞、看电影。就这样，没了吗？啊，还有一个还没到，给他机会试镜还迟到，不用等了。那浩哥，您觉得这些模特儿当中谁最适合啊？子浩，你要不要从那个小林志玲跟小的徐若瑄之间选一个？你希望我随便将就啊？没有了，也不是，只是你们觉得随便哪个山寨模特儿都有资格拍我的 MV？ 你们再取巧，再去找。走，哎，走！三凡，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等不到你，我很着急。可是，世界好像快结束了，我先进去，听到留言赶快跟我联络。我会带着你送我的幸运小熊，争取到这次演出的机会，帮我加油。致敬，可是现场我的朋友迟到了。抱歉了，女儿，她要重试。可以动容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小姐，拜托，我还要通告赶时间，你可以让开好吗？浩哥，这支片赶着交给电视台，打个档次就定好了，不能演了。那。让他来演，少爷，你要用新野真啊！你叫新野真，我给你机会，走，走。结束了，不会吧？新野。对不起，早上我被他的内衣大盗被抓到警察局，警察刚才放我出来。试镜结束了吗？没来得及陪你，对不起。我没来试镜。你不要难过嘛，我是真的被警察抓起来，对不起啦。孙凡，范子浩，他是第五的女主角，我觉得。我好像在做梦。你说什么？终于等到今天了。
十步有芳草，出门遇贵人。本是一家亲，相逢曾相识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老孙啊，你公司是不是要找员工？这些民工啊，只要你走出油门啊，就会去拄到贵人。哪有可能啊，这里都是渔民呢。神明会不会还在睡午觉？别！老孙啊，你是不是别乱讲话呢？这神明啊，讲的不会错了。还不然你看你走出油门啊，就会去拄到有缘人啊。有缘人是圆的还是扁的啊？哎，我是不是该出去逛一逛啊？好，你吹外口老老的，啊，我该插手机啊，给你。啊，下暗啊，咱甲好好啊，拾一下，你甲转去台北吼。好。阿金哥啊，你不要生气啊，生气哦对身体不好呢。对，不是气你，彤彤，我是气你这个喷笑跟菠萝用的老贝。我管我喷笑哎，哎，彤彤在台北那个婚纱公司哦，很大间呢。哎，阿哥哥，你不是都有看过？你有看过吗？对吧？哎，有看过吗？嘿，对吧？很大间，很大间。哦，做大间的哦，他应该是头家娘啊。阿姨不是头家娘，公司的提钱而已啊。我会努力让老板娶我，这样他们就会给我钱呐。啊！哈哈哈哈是痴迷哦。哎，拜托你嘛帮帮忙，是怎样？我们同哦，是缺了个胳膊还是少了张腿啊？哈！哥阿公吼，嘛比恁家的阿伯阿弟弟好了33,999倍。嗯。哎、欸，妹妹，唱歌唱得很好听呢。谢谢阿伯。哎、欸。一个乌高扬，一时无酒会逍遥。哎，好啊。平常都是我妈妈教我唱歌，她是个碰柑小姐。碰柑小姐。对啊。啊，哎、欸，妹妹啊，啊，这个时候哪里人比较多，比较热闹啊？有啊。我们家也很热闹啊，阿伯，走啦，去我们家。总之啊，今天给我讲清楚，不然这一家店就给我换人做做看。青哥啊，不用急啦，啊，我们一家都靠这一家店来假钱哎，啊，你这样跟我们讲，那干脆我们全部绑一绑去跳海好了嘛。不行了。大叔啊，那什么？不行了。是啊，今天给我讲清楚。有我姐姐在，债主一定输的。不行了。你姐姐很厉害哦。是那个化妆师。干爹，干爹，啊，琪琪啊，是你把干爹带来的啊？对啊，啊，对。这里有50块，你先带干爹啊去阿玛姨那边吃冰，好，赶快去。我不是我，快点，你干嘛去吃冰啊？我干爹。哇，三两家就把债主摆平了，不可多得的人才，神明真是英明啊！谢谢。阿伯。嗯。你在说什么
啊，没。哦，那等一下我们吃完冰，你去我们家唱和歌吧。嗯，好啊好。哎，你姐姐会在吗？会啊会啊。哦，好好好好。就好像两家。老孙啊，做兵的时阵啊，跟我是同体啊。做人哦，才讲义气呢。啊，若今年做干爹就对了。我看，恁彤彤啊，该提一人伫台北过去啊，逐工搁斗三工啦。老爷，你看看，我都甲你讲几摆啊啦。阮彤彤以早学的啊，是迄个美容美发，啊，现在当化妆师啊，升起来啊，也算是学以致用啊。啊，至于那个什么金融业啊，帮不上忙啦。哎，你女儿没有跟你说吗？我亲眼看到他被他老板哎，嘉欣，干爹啊，你的汽水被嘉欣爸，干爹啊，跟我老板是好朋友，所以哦，我被老板嘉欣，干爹都知道啊，对不对啊？反正哦，待会我也要回台北，我们在路上可以慢慢聊啊。慢慢聊啊，慢慢聊。志健，怎么办？没见好的。那我明天穿什么去通告？又不是跟我约会，不用穿那么漂亮。是方子浩的通告吗？有必要那么在意方子浩吗？小姐，你变太快了吧。算了，不买了。我是不需要你还没赚到钱就先增加开销。不然我们去你家挑套衣服明天穿。你每件衣服都好看，买什么买啊？方子浩的新歌，方子浩新歌哎，对，好好听哦。这是一批欺骗善良女性的恶。现我要去爆料，今天我去要在那个叫王若彤家里面对面方子浩商品，他一定是为了去买那些商品才贷款负债，我利用他揭穿方子浩真面目。孙凡，我讨厌你这么小心眼。我哪有，以前我也因为喜欢刘德华特别去学写毛笔字，我了解粉丝的心情，其实粉丝都很听偶像的话，如果方子浩能劝劝他，他会听的。最好是方子浩就要还钱，他会还吗？新疆，你刚说粉丝很听偶像的话，那粉丝应该更怕在偶像面前丢脸。そんなこと聞かなくてどうでしょう？好，那还用问？太好了，王子浩，你总算有机会对我有点贡献。该不会又是谁打来讨债吧？喂，请问是浩家族会长幼童小姐吗？我是小胖的助理。明天我们缺个女配角，不知道为什么浩哥指定。女配角？感谢上天给我机会，在那一天一瞬间照亮你的脸，和你虽然只是擦肩，但我知道你会是那个我的谁。半夜三点寂寞若隐若现，有了你在我身边，将孤单统统消灭，我的手你可要牢牢地牵，因为我们即将起飞。有了你在身边，我一点都不累，自信还大大加倍。在你身边，把悲伤化成喜悦，让梦想全都实现。